说我有大哎、欸，他是在暗示我他要几板哦。OK， 我懂。我问那一只，我接得到。其他人一定接不到，但我这种哦 ，man 传奇工程的绝对可以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他感觉不止一季低于50，他应该其他季连巨星都没有爬上来，所以完全没有记录啊，是超级可怕的。会不会就是这些玩家他妈的死站着不退坑，才造成更多玩家退坑？哎，我觉得这种玩家好像存在一个会少十个哎，干你娘啊，超离谱的！这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！传奇工程良田呢？我很少看到除了我有这只角色的，它超少见的，稀有品种。这两个居然还是双排，我天啊！我明天黑子就15天了。当。哎呦，看这是有点的工程哎，这个时候点那个上篮分球，这个在上篮的最后一个我知道，因为这个我昨天才点，这倒我蛮确定的。哎呦。哇靠，新的哦！哈，这角色，哇！有哎，新招哦！好，结果筛小过来没进。哎呦！欸、他突破如果接上了，然后又可以接分球，好像可以打。虽然现在研究这个角色的配法没什么意思，可能就是挺酷的。我觉得传奇工程最细节的地方应该就在他的手环而已吧，其他好像在。他那个手环是真的有经典的、哦。我靠，这个还可以接这个，嗯，好，好像纯戳张。哎、欸，好机会！哎、欸，他这样不冲进去哦。他这个手环是不知道上一次还上上次还是装的，在最早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手环是只有一个颜色的，我不知道哪一次改版就变成我这个双色手环。我一直在玩那个白色角色，所以我记得蛮清楚。但那个角色 bug 一直不改啊，他那个方向键会歪掉的问题让我不想玩他，不然其实我蛮喜欢玩的角色的。那角色感觉蛮有前途。除了防守太烂以外，他每次开光都发不了第二次光哎、欸，但他有谁？他就不能跳不改啊？
哦，可能搞不好之后可能九绝之类才有吧。没记错，但是他哥留下来的手环，干剧透，我还没看。打得很花呢，又进了。他说我有大哎、欸，他是在暗示我他要几板吗 ？OK， 我懂。我问那一只，我接得到。其他人一定接不到，但我这种吼 ，man 传奇工程的绝对可以。啊！怎么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？盖亚德被盖了，三小，怪怪的。看再一次，空。我会啦 ，man 的哦，就是我会玩这只的、哦。船工的 king， 绝对接得到。哎，会不会玩着玩着就输了？他站那个零度角我比较难接，说实话，他站这个正面的我比较好接。哼，哈哈，呜呼！哎，他一定很开心，居然遇到一个懂他的玩家。哎，不得不说，他现在已经打从心里面觉得雀跃。啊，突然有人懂我！我懂他的心情，连我也还没遇到过，这就叫做对的人。